天书之谜。上个世纪末，一批有志于考古事业的年轻人，在当地居民的导引下，向围墙山蝌蚪文悬崖攀登。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窥了蝌蚪文的庐山真面目。原来，在如削的悬崖峭壁上，确有镌刻蝌蚪文的去处。镌刻蝌蚪文的面积远远大于悬置记载，布满了一个个突出的半球。半球突出崖壁平面约5厘米，直径为7到12厘米。在每一个半球的边缘，均有一条约2厘米的圆形小沟。半球与半球之间相隔大约为15厘米，纵横排列有序。在崖面上，有许多日、月、人、虫及海洋生物的图案，看来那就是所谓的蝌蚪文了。面对蝌蚪文，人们心头之谜都一时难以解开。首先是这些蝌蚪文究竟出于谁之手？有人认为，在下地大禹之时，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禹治水经过这里，治平了河水，为了纪念这一盛世，就刻石于此，蝌蚪文就是大禹手迹。那当然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不要说围墙山蝌蚪文难查出处，就是大禹陵前的蝌蚪文碑也难说究竟。有当地村民说，相传远古时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有一个商人带了许多金银财帛经过围墙，不幸触礁沉船，商人就把金银藏在附近的山洞中，又在崖上刻字记载，这样蝌蚪文就被解释成一种寻宝的谜文。还有一位山农悄悄爬上崖面，静静观察蝌蚪崖石刻，他发现画面上有日月星辰图案，还有一些像是戴着面具的太空人，因此推想天外来客外星人可能就是围墙山蝌蚪文的作者。也有人以为，从男女裸身而舞和生殖崇拜的天书画面看，这是原始社会的作品。后来又在蝌蚪崖不远处的正桥乡下汤村，考古发掘出石斧、石凿、石刀、鼎角等原始社会晚期文物，这足以证明这些天书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作品。从探险者寻下的图像看，图像共分上下两排，上一排自左至右，犬足二，男女各一，群蛇，犬首一，女生殖器一；下一排自左至右，月亮一，星辰一，飞鸟一，女生殖器一，人首一，犬首二。一些专家据此图像做了自己的译读。有专家以为，图像上排男女皆追迹显足裸身，双双做舞蹈状。据史料记载，古代奢民均有追迹显足之俗。景宁县志曰，觉妇女显足追迹，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福安县志载，深山有一种者曰奢民，性多淳朴，短衣显足，妇人高髻蒙布，家室如璎珞状。广东通志云，奢户居山中，男女皆追迹显足而行，其足为疾病亦迁徙。这样看来，蝌蚪文的作者该是围墙山一带的远古土著先民，他们可能是奢民的远古祖先。围墙山石刻图像中有可注意者是犬首与犬足的叠相出现，图像上排有犬足与犬首，图像下排有一犬抿口，圆睁双目，虎视眈眈，犬耳耷拉，一犬则作张口作吠状，为其耳以慢唤。二犬首下又刻山峦图形，表示犬在山上，形象地说明了狩猎民族的特征。有专家说，
这会使人想到畲族远古以来的盘户图腾崇拜。远古高辛帝欲犬戎入侵，征伐不克，榜示天下。谁能斩犬戎藩王头者，妻以三公主。使神犬盘户接下榜文，咬死藩王，娶三公主，生三男一女，这就是畲族盘兰雷钟四姓。围羌山天书中多犬首犬族，正是对其祖先的怀恋之情的表示，也是畲家图腾崇拜的复写。这种种异读是否足信，现在当然还不能下断语，只有努力开掘，才会有更接近于事实本相的结论问世。陶符之谜。陶符是简朴的，也是丰富的。如果将大汶口文化的各种符号加以归类的话，大致有那么几类。第一类，基本图形为一圆圈，下面再加以附加图样，有的附加以新月形，有的加以变形的新月形，有的下加两个飘带左右飘起。第二类，为一斜制的四凹边的长方形，陶符的刻画位置相当特别，一般陶符都刻画在陶尊上腹近口部，它刻画在大口陶尊近底部。第三类，为一月的全形，月为长方形，穿孔，有一柄，全长为月长的两倍半稍多，全形近似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月字。第四类，为一奔的全形，奔的刃部为偏锋，柄端套一圆形，似为古筒。第五类，为短柄叉形，叉上的圆圈似被铲起的土块。第六类，全形似双层筒形帽，帽顶垂挂两串珠饰，还有羽饰的。第七类，像一房子顶上栽一棵树，房子有尖顶，树象形。因为这些陶符的符号笔触十分的简单，因此留给人们想象的余地就特别的广阔，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以发挥。对陶符的解说大致有以下看法和观点。第一，图画文字说，白寿著中国通史甚至不使用陶符这种称谓，直接称之为图画文字。白寿指出，这些刻画的图形虽然有一些与实物十分相像，但已不是一般的图画，否则就不会专门选某种器物在专门的部位用同一种刻画方法来做。而且大汶口有些图形已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笔道简练，所向事物难以确定，其结构又有一定的规律，成为一种互有联系的图形体系。所以它是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是没有问题的。白寿著《中国通史》指出，任何文字的起源都应有一个过程。汉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字一音，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合体字就不是一字一音。再早一些，纳西族的东巴文是一字数音。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在造字方法上同东巴文更为接近，因此它应该是接近早期文字而尚非正式文字的一种图画文字。第二，图腾说。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陶符实际上是一种图腾标志，也即是族徽。不少陶符都以太阳为主要描述对象，上部是一个圆圈表示太阳，中间是近似于月牙形的火焰纹，表示太阳充满着热力和光明，底下还有五峰山形图像，说明太阳运行于天空。有的陶符底下没有五峰山形图像，那是一种省略，古代刻画图像不易，省略是常有的事。这些图像反映了大汶口人的文化崇拜，太阳图像是祭祀用的徽象。第三，
日运说，这多少与上面第二种说法有联系。提出日运说的是日本学者林寺奈夫，他认为这些桃符刻画实际上是模仿了不同时期阶段日运的变化形态，即出现于太阳下面的种种类型的运源。至于为什么要研究并刻画日运，这样刻画对先民的意义何在，作者没有说。第四，生殖崇拜说。有一些学者认为，桃符上某些图像颇似人的男女生殖器，这些桃符是借男女生殖器的特征以表男女交欢的一幅，因而即是生殖崇拜的标志。在生产力低下的环境中，人类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即解决吃穿住用的问题，二是人类自身的繁衍，前者产生自然崇拜，后者产生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的最直接最集中体现，即是生殖器崇拜了。陕西铜川李家沟，甘肃甘谷灰地儿马家窑，湖北荆山屈家岭，河南信阳三里店都出土过陶祖。青海柳湾出土过一件人体彩陶壶，从外表特征看是一个男子形象，而下身生殖器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这是一人两性别的形象，把生殖崇拜推向了极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郭彦斌先生在《大汶口文化陶符新解》中以为，大汶口文化的陶符是运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人们内心的潜意识。他们有时用变形了的男女生殖器表示对生殖的崇拜，有时又以太阳育女，以月亮育男，以日月交辉育性交，以表达生殖崇拜。对大汶口陶符的解读虽然答案有种种，但文字说显然占了上风。不少人以为中国文字正是在陶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远古祭祀之谜。巫师是指原始宗教中的神职人员，他们被认为具有交通神灵和要求神灵为人类服务的能力，而被人尊敬和敬畏。从事这一行当的男女都有，世称男习女巫。他们通过占卜、治病、扶壤、祈福等手段实现与鬼神交通。其鬼神交通的方法有二，一种是请神附身，巫师代表鬼神说话。国语楚语中说巫见鬼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是巫师的灵魂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找到鬼神并与之交涉。无论哪种方法，巫师都要进入通灵状态才能运作其业务。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巫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职业。这一最古老的职业的发展似乎有一个从业余走向专业的过程。国语楚语象形容原始社会中曾经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响家为巫使，说明了当时巫业的业余性和普遍性。所谓家为巫使啊，指的是家家人家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具有巫术性质的仪式，但不统一、不规范、也不专业。那当然不行啊，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逐步走向规范、走向专业，才出现了专门从事巫业的巫师和巫师集团。从种种迹象看，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专业的巫师形成了。甘肃秦安大地湾专用宗教殿堂的发现清楚地告诉我们专业巫师的存在。大地湾901号房子的前堂建筑极为讲究，该宅宽16米，进深8米，面积在130平方米上下。从正门进去
迎面有一个大火塘，直径超过两米半。这显然不是一股供炊事之用，可以肯定是燃烧宗教圣火的处所。火塘后侧有两个相对称的顶梁柱，柱径约90厘米。南北墙壁上各有八根扶墙柱，柱径有40至50厘米。地面、火塘表面、柱子、墙壁、房顶都抹上用料浆石烧成的灰浆，显得十分洁净明亮。房子前面有一个约130平方米的地坪，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六个。西边还有一个露天火塘，显然也是点圣火所用。房内出土有直径46厘米的四足鼎，本基型陶器，平底釜，这在一般住房中见不到，足以证明是宗教用房。有如此大型、如此华丽的专业宗教性殿堂，没有专业的巫师怎么行？辽宁的红山文化中的大型祭坛的发现，进一步证明祭祀活动的专业化。红山祭坛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凸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一望无际。祭坛基址内上部堆积黑灰土加碎石片层，下部为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的黄硬土面，兼有大片红烧土面。在黄土堆积的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以石片相边，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从山下河川中拣选来的。这一石建筑祭坛十分讲究，其中还有专用作祭祀的陶制品，以及用作祭祀的陶塑人像。专家考证表明，这一神坛上人们用以祭地母神、祭农神和水神，还祭生育神。那么多臀部肥大的孕妇塑像，证明红山人对于妇女生育的重视。红山专用祭坛的发现，更具体的证明专业祭师的存在。没有专业祭师，那样复杂的祭祀活动怎么开展得了呢？浙江余杭瑶山祭坛及其墓葬，更是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专业巫师的存在。瑶山是一个海拔仅35米的小山包，背靠天目山的崇山峻岭，面对广阔的冲积平原，风水十分的好。整个瑶山顶部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遗址，但在用砾石砌筑成的面积约400平方米的方形祭坛上，整齐地排列有12座墓葬。这12座墓葬按排列顺序又可分为南北两列，各有随葬品，多者达160件，少者仅有12件。在瑶山正式发掘的11座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品707件，其中玉器就占了635件，可见这些人生前的威势和权力。在出土的玉器中，有琮、钺、冠状式、三叉形式、锥形式、排式、黄、圆排式、镯、带钩、管珠串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玉器随葬有明显的男女之别，所发现之27件玉琮无一例外的出自南列各墓，玉钺共发现6件，也是南列的墓葬中物。三叉形器出土6件，同样出自南列墓葬，每墓一件，出土位置在于死者头部。锥形式58件，成组的也出于南列各墓。玉冠状式各墓一件，黄9件，出于北列各墓中。玉纺轮2件，全出于北列墓中。由这些，可以十分明确地做出推断，这是一处男媳女巫的专用墓地，南列为男媳墓葬，北列为女巫墓地。这些男媳女巫生前率领部族成员共同在此祭天礼地，
供奉神灵，死后就埋葬在这块宝地，接受后人的膜拜和祭奠。墓葬中的大量玉制品啊，说明他们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在余杭会关山同样发现了祭坛和大墓，整个祭坛利用自然山势修筑而成，基本上呈正南北方向，为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总面积达1600平方米。在祭坛的西南部有四座大墓，墓中出土有从、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等重要礼器，这也可视为是南徙女巫的尊贵墓地。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香坟陶寺墓地，共发现陶骨六件，其中四件完整者有三件出自大墓，一件出自中墓。陶寺的大中型墓墓主的身份属于氏族上层人物，而陶骨又是那时巫师手中用品，由此可见当时的巫师已经进入社会最上层，有的则与氏族首领是一身而二任的。早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的先驱李安宅先生即曾经精辟地指出，原始社会的宗教职业者凭着自己的技巧，由着私巫变为公巫，即为公巫便是俨然成了当地领袖，领袖的权威越大，于是变为酋长，变为帝王，酋长帝王之起源在此。李安宅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的远古时代，能够通鬼神的巫师的地位一定是很高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部落首领由他们转化而来。归灵崇拜之谜。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龟甲进行占卜的，相传伏羲氏受到龙马附图的启示，始化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说明早在母系氏族之时，先人已发明了用注尸的方法占卜吉凶和取舍。后来神农氏以火得王，并发明了用火占卜的方法，当时的人们把火砍成无比神圣的东西，氏族内集会都要点起篝火，为火而异。当氏族面临某种大事件的时候，聚集的人越多，火也便越旺，旺火经常发出爆裂的声响，人们把这爆裂的火花称作火爆，并常常把这与火爆后发生的大事联系起来。由此发展，人们便有意识地烧烤竹节、兽骨，使之爆裂，预卜一件事的成败。如果发出清脆响亮的爆裂声，即是真，事情可成；如果发出低细微弱的声响，即是不真，事情难成；如果稍后没有任何动静，便是不祥之兆。也许人们寻找过许许多多的烧烤物，最后一致地把目光集中在龟甲上。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啊，认为人赖以生存的大地是由四只巨鳌驮着的，没有这些巨鳌的负重爬行，大地就会沉没，人类就会覆灭。神话认为龟的背甲上印着玄天的奥秘，龟的腹甲上印着地上的以及人间的奥秘，龟自然成为了明天地通鬼神的灵物。所以人们选用龟的腹甲钻孔烧灼，是爆裂之彻，以断吉凶。中国传统中将龟、麟、凤、龙称为四灵，而以龟为四灵之首。为什么这样看？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寿命之长，龟能长寿至少在百龄以上，龟王则可寿在千年。龟寿长则越是深，越是深则指古今民祸福。于是当人们在生活中事有疑难时，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去合龟兆，是吉凶，实际上
是向寿年长久的龟请教。淮南子说林训解得好，必问其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合龟兆是吉凶，从实际情况看，在逢吉时龟卜不常用，只有在逢凶时才去合龟兆，目的当然是避凶救吉或化凶为吉。而龟啊，本身是化凶为吉的高手。龟藏六这一成语说的是，龟在遇到危险时，就将首尾四肢六肢体藏入甲中，这是龟的本能，也是龟这一灵物的灵性所在。人们进行龟卜，也想从龟的灵性中学得如何进行龟藏的本领。总之，龟灵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时的先民一定以为龟最善晓人意，又能通天地之灵，在动物中又最长寿，于是以其腹甲进行起龟卜来了。久而久之，龟卜被赋予神秘的文化内涵，并成了巫师手中的法器。河南省武阳县贾湖村发现的贾湖文化，距今约8000年前。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主要是随葬龟甲，另在房基和灰坑下面也发现了零星出土的龟甲。在清理的349座墓葬中，共有23座墓随葬龟甲，其中有些是随葬成组的背腹甲扣合完整的龟壳，还有随葬龟甲碎片的。在龟甲内装有数量不等的石子，那么多的龟甲碎片完全可能是烧烤占卜的结果，而那各色的石子也是卜筮习俗的反应。这说明啊，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有了龟灵崇拜的观念，也有了以龟甲作为卜筮法器的认知。此外，在山东和江苏大汶口文化墓地中，都曾发现过一些以龟为随葬的例子。在山东大汶口的11座墓葬中出土龟甲20个，江苏邳县刘林9座墓中出土龟甲13个，大墩子15座墓中出土龟甲16个。另外，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墓地也发现有4座墓随葬有龟甲。龟甲的四面八方被发掘出来，至少打破了卜骨仅见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似乎主要用玉琮为法器沟通神人之间关系的观念。龟甲崇拜与玉石崇拜是并不矛盾的，中国将宝龟与宝玉历来视为国之两件重器，而把龟玉毁于毒中视为一件极大的伤心事。可是我们处于远古时代的先民，就是将这两件重器合而为一，刻成玉龟。浙江有山出土的玉龟系由黄玉琢成，长 3.2 厘米，龟体呈椭圆形，头部前伸，颈部圆滑平直，四爪蹬地，做爬形状，形态十分逼真，是龟崇拜与玉崇拜的最完美结合。看来以龟甲为占卜法器大胜于商代，而起始点则在远古时代。卜骨有使用龟甲的，也有使用其他兽骨的。有人以为是因为龟骨缺乏才使用兽骨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中，不少卜骨啊是使用了牛、鹿、猪、羊的肩胛骨。仔细的看啊，那是进行较为简单的某种占卜用骨，如果进行较为复杂的隆重的占卜，还得用龟甲。诚如牟作武先生在《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一书中说的，用牛的甲骨占卜啊，不能代替龟卜。骨卜是一种单向占卜的方法，并非在没有龟甲的情况下便使用牛甲骨或其他兽骨代替。龟甲有综合预测的功能，即所谓可奇、可问、可照、可试。传世的龟卜啊，程序相当繁复，大致应分为选龟、公龟、啄龟、战龟、战彻、
断卜六象。先是选龟，并不是所有的龟都可称为卜龟，必须从色泽、品类、年岁等角度去加以选择。然后是公龟，即把龟杀死后取其龟板，去除其甲胶，磨光磨亮以备用。琢龟是指根据卜问的内容选择不同的部位，钻上孔洞，或在这些部位粘上易燃物质做成的琢丸，以待烧卜。战龟是指使用一定的火候进行烧烤，使龟甲表面出现种种颜色深浅不一的琢号和错综复杂的纹路。战彻是依据气孔和琢点爆裂时产生的裂纹彻来判断吉凶。断卜是依据战龟之声、战彻之形综合判断占卜结果，采取应对措施。这是商代占卜鼎盛时的情形，在原始社会应该程序没有这么复杂和完备，但总体的思路和方式方法是一致的。远古时代的祭祀卜筮活动啊，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神圣的龟灵在其中起的作用啊，是相当巨大的。太阳崇拜之谜。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太阳图案普遍出现于先民的遗迹中。以圆圈或中间加圆点表示太阳的图案发现比较多，地域范围也较大。在中原区的仰韶文化彩陶中有这里的太阳图像，在山东地区也有这里太阳图像，当然图像还是很不相同的，发挥了各地先民的想象力和描绘力。在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彩陶中，太阳被画成一个圆，外加射线。在长葛石固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发现有六角星图案。在山东邹县野店发现的彩陶中，太阳是圆加八角形图案。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屈家岭文化的陶坊轮上，太阳多绘出十字或漩涡状图案。这些太阳图案都是以人对太阳的印象为前提的，其图案应当说既是写实的又是印象的。另一类太阳图像是日鸟结合式的。在陕西华县全户村、河南陕县庙底沟、近西南大禹渡等遗址出土的陶盆腹部，会有日鸟结合的图案。全户村遗址的图案绘出了展翅飞翔的鸟，鸟的背上有一圆圈表示太阳。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彩陶盆上，上为圆圈表示太阳，下有一鸟呈正面飞翔姿态，鸟有三足。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发现了双鸟图形，在鸟身上部刻出圆圈形的太阳纹。对于鸟日结合的图案有种种解释。有人认为发现日鸟结合的图像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的图腾有关。史料记载，在古代东方有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方国，《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鹤，少昊之国。《左传》：少昊志之利也，凤鸟视志，故寄于鸟，为鸟师而鸟鸣。黄河中下游，尤其是黄河下游的鸟日结合图案，与少昊氏部族以鸟为图腾有关。这一图案似乎在告诉人们，我们这个以鸟为图腾的方国是崇拜太阳的。还有种观点以为，华夏民族在文明初期极崇拜蛙与鸟。在神话中，鸟即为太阳神，而蛙为月亮神，它的发源地可能在黄河上游地区。如果鸟为太阳神的话，那么鸟日合一本在常理之中了，而这鸟化为神话的太阳又高于具体的太阳了。太阳崇拜是怎么回事？答曰，它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物。太阳崇拜是天体崇拜的中心内容，
天体崇拜包括对日、月、星辰、风云和雷电的崇拜，当然也包括对上天整体的崇拜。对农业部落来说，天体尤其是太阳，明显地影响着农作物的收成，进而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作物的生长需要足够的光照，就得有太阳神来照料，而光照又不能过分，如果烈日炎炎，风不顺雨不调，又会造成农业欠收。太阳崇拜实际上本身包含着对天体整体的崇拜，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崇拜的高度升华。太阳崇拜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初的太阳图案中是没有人的形象出现的，似乎神话的太阳是十分高尚的，人不配进入其画面。而鸟日同图，那是因为那鸟被神化了的缘故，后来人进入了太阳的画面，成为了人日同图，这是人对自身地位认识提升的结果。人日同图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在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古代岩画中，有一幅拜日图十分传神，一壮年男子双膝跪地，双臂高举，手捧礼器，正在向正前方的太阳顶礼膜拜。虽然岩画没有绘画出那男子的脸部表情，但从整个身体姿态看是战战兢兢的，似乎在告诉人们，只有拜日才能使日神赐福于人。但是，也有不少人日同图的画面是相当积极的，表现了一种人可以有所为的精神境界，从时间上看也许更后期吧。在广西花山岩画中，会有许多人围绕太阳跳舞的场面，跳舞的人群中或为人手或为鸟手，其中有一人还用手托着光芒四射的太阳跳舞呢。在云南沧源岩画中，有三个太阳神图案，其中第一个人为一人叉腿伸臂，在人的上部画一大圆圈，圆圈四周是四射的光芒，光圈中一人执弓，一人执棒状物，可能是剑。第二个为人身，头部为一大圆点，圆点四周放射光芒，人一手执盾，一手执刀状物。第三个人形，双手叉腰，头部是羽毛或植物枝条，肩部伸出一棒状物，在棒前部有一光芒四射之太阳。四川珙县的九盏灯、朱门卷、狮子岩岩画中，人们双手或单手举起十字状的太阳，人表现得十分神武和威严。从拜日到托日，这在太阳崇拜过程中人的观念上的一个不小进步吧。山顶洞人爱打扮之谜。在山顶洞人居住的山顶洞中，发现了许许多多利用自然物制成的人体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憨壳、石珠、幻鱼骨和骨管等，其中有七枚小石珠表面上还染上红色。这些装饰品出土时的位置都放在人体的头骨附近，表明它们都是首饰。尤其是山顶洞人用大量精力制作的各种项链，神奇而富于魅力，令人叹为观止。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称山顶洞人是一群爱打扮的人，一点也不过分。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懂得打扮自己？这是个并不太容易作答的问题。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人体饰物，是1963年在山西宿县市域遗址出土的一件钻孔的石墨饰品，距今约28000年。但因为它形状不完整，看不出是一件什么东西，而且仅此一件，无法了解当时远古人类的装扮。而山顶洞人的装束及装饰物就丰富而具体的多了，大量出土的饰物饰品为我们勾勒出了远古时代爱打扭的人的粗犷的图景。
在山顶洞人的洞穴中发现的一枚古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古针长82毫米，针鼻孔径约3毫米，双面穿孔，针体光滑，是非常适用的缝纫工具。有了缝纫，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衣服，这就证明山顶洞人他们已经懂得利用树皮、树叶、兽皮缝制成衣服了，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赤身露体的生活，现在终于懂得以衣蔽体了。衣服及护体、遮羞、美观功能于一体，衣服的发明啊，本身就可以看成是山顶洞人爱美意识觉醒的表现。除了衣服外，山顶洞人的饰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色彩斑斓。山顶洞人的穿孔小石珠做得十分的精妙，它们中最大的直径才 6.5 毫米，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其制作过程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先把一块小石子的边缘小心地敲击成四方形或多角形，然后把其中的一面磨平，再从背面磨平，这样钻出的孔呈漏斗状，石珠的孔边缘很光滑，应该是长期佩戴而磨出的结果，石珠表面还染有一铁矿的红色。有一件钻孔的小砾石，它的原料为黄绿色火成岩，椭圆形，长约4厘米，厚1厘米多一点，一面为天然磨平，另一面经人工磨平，形状很规则。这件事物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孔从砾石的两面对钻而成，懂得对钻，钻得又十分准确，算得上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状态物质上的技术的一次大的飞跃。这只有在人类智慧水平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办到。最珍贵、最多和最富于代表意义的，当然要算是兽牙饰品了，共有120多枚。这些兽牙形状各异，有弯角状的、笔尖状的，还有钻头型的、扁平葫芦型的，穿在一起美观而大方。齿冠在人体移动中互相碰撞摩擦，会发出一种诱人的声响，这对佩戴者和制作者来说都是特别心旷神怡的事。山顶洞人把各种兽骨、兽牙做成饰品，尤其是做成项链，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爱美之心，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把爱美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又可做出哪些解释呢？也就是说，对山顶洞人的爱打扮，从社会生活角度看，可做出何种诠释呢？其一，爱美和勇武精神混成说。把兽骨和兽牙制成配饰、项饰、坠饰，在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那个时代，无疑是十分荣耀的事。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子，有那么多的兽骨和兽牙佩戴在胸前，代表了他狩猎中的成就和成功，也代表了他的勇武。在这里，爱美与勇武浑然一体了。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以拥有兽骨为荣，似乎是很普遍的事。在松武江畔的严家港遗址，发现有两处用兽骨垒成的营房遗址，一处用200多块动物骨骼垒成了椭圆形，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所用兽骨至少属于6只野驴、5头野牛、3头披毛犀、1只鹿和1只狼。在其西40米处，另一处营房用300多块兽骨垒成了半圆圈，所用兽骨至少属于5头披毛犀、5只野驴、3头野牛、4只鹿、2只羚羊、1只猎狗和1只狼。请问，排列那么多兽骨真的是为了住宿吗？不是，完全不是。在那个时代，住宿在河畔荒野是不安全的，那样做完全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勇武精神。当然，这样做在原始人看来也是很美的。山顶洞人用那么多兽骨兽牙做成饰品，从心理角度讲，多半也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武心理状态。
其二，爱美与妇女崇拜混成说。一些学者认为，那些饰品的制作者往往是年轻而勇武的男性，他们把制作的兽骨兽牙饰品献给自己心爱的姑娘，以博得姑娘的欢心。一些学者还从较为原始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中引证了这一点。有些学者还进一步发掘爱打扮的山顶洞人饰品制作的社会价值。他们认为，当时社会已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具有特别崇高的地位，兽骨兽牙饰品是贡献给女性的一份沉甸甸的厚礼。宋兆林等先生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中指出，山顶洞人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住所已有原始的规范的迹象，这是他们意识提高的反应。他们对老年人有着特殊的丧仪。艺术上的初步成就，不仅为考察早期艺术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妇女的崇敬。把饰品献给妇女，正是这种崇敬的反应。山顶洞人的爱美之心还反映在红色崇拜上。山顶洞人把一些制作饰品的小石珠染成红色，在一件边缘上有钻孔的草鱼眼上鼓上，鱼骨表面也用赤铁矿染上了红色。把各种饰品的颗粒串联起来，就要用皮、鹿筋或其他纤维做成系带，这些系带也是被山顶洞人染成了红色的。在墓葬的遗体四周也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在山顶洞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件扁圆形的石炭岩砾石，其表面也染有红色。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红色是一切野蛮人非常喜欢的颜色。对山顶洞人来说，红色是他们最先认识和认可的颜色。在他们心目中，红色代表阳光，代表热力，代表血，代表生命和力量，还代表战斗和胜利。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看来，红色是美的。问观小孔之谜。距今六七千年之前，在古都西安东郊的一条小河之滨，居住着一群我国古老的氏族部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半坡人。据考古资料表明，半坡遗址是目前为止最为典型、最为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在大量的发掘物中，墓葬的瓮棺盖上的一个小孔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从半坡氏族居住区域看，它是先民居住在一个自然区域内的共同体，整个村落是一个不规则的圆形，东边是烧制陶器的窑址，北边是埋葬死者的公共墓地，在墓地与居民区之间隔着一条沟渠，居民区周围还有一条长达300多米的围沟，一切安排的那样的井然有序。我们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告诉读者，意识的发展总是与物质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半坡人之所以有较为明晰的原始宗教意识，是与在当时来说较为先进的生产和生活相关的。不论是将动植物的人格化也好，也不论是对自然的崇拜也好，还有对自我认识的追求也好，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意识的觉醒。我们集中谈一谈半坡人对灵魂的理解问题，而要谈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瓮棺上的小洞说起。在半坡遗址中，绝大多数作为瓮棺盖子的陶盆或陶钵底部的中间，都有一个显然是人工凿成或敲击成的小孔，这是一种故意。原本盆和钵都是盛器，打破了就不能再用了，而现在是主观上的故意，在容器上打个孔。而这个孔是派什么用场的呢？很清楚，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这种情况大家开初觉得难以解读，后来在宝鸡北首领
在云南元谋县大墩子等墓地的瓮棺上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远古时代的人们为了让灵魂出窍而专门制作的。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啊，他们就发现了自我灵魂的存在，这首先是在梦境中得到的启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丝毫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会理解梦见的事，便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独特的东西，即寄居在这个身体内而在人死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自从这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索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半坡墓葬之中的所见正好注解了恩格斯的这一段话。首先是对梦境的理解问题，梦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人的灵魂是可以暂时以至于长久地离开肉体的，人睡着了或人在梦境中都是灵魂的暂时离开，而人一旦死了呢，或将是人的灵魂的长久以至于永久的离开。其次，涉及到一个善待死者的灵魂的问题。他们中的生者把死者好好安葬，这当是一种善待。这种善待在半坡遗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半坡人还发现，把死者密封在陶罐之中是有缺陷的，至少是一种对灵魂的压抑。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做法，在瓮罐的某处打一小孔，这样死者的灵魂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相当强烈的亲情观念，因此他们认为将自己氏族和部落的死者的阴魂释放出来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有时还可在暗中起到保护本族人员的作用。在瓮棺上打上一个小小的孔，作用还真不小呢。半坡遗址中的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是屡见不鲜的，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一直保留到近现代。四川冕宁县的藏族人主要行火葬，将死者火化后骨灰装入陶罐再埋入地下，而陶罐底部都有一小孔，为的是让灵魂出而归西。云南的部分纳西族人，他们在将死者火化后，有两位男性亲人将骨灰放入麻袋中，并将袋底的线抽掉，为的是让灵魂自由出入。新疆的锡伯族人，夫妇不论谁先死，都要实行分棺合葬，夫棺在左，妻棺在右，并在夫棺的右边、妻棺的左边各凿一小孔，以让灵魂自由出入，并可继续过夫妻生活。在欧洲和西亚的一些石墓之中，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有的还在墓门上凿洞。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心是相通的，在世人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关爱灵魂的善举。人们为了给自身以自由，就会想到要给死者的灵魂以自由。